您是否觉得自己的生活乏闷无趣？会不会觉得自己身边的每个人都是傻逼呢？你在骂人、欸？还看到马上关掉好吗？OK 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会长来讲一下我们的目的地究竟是啥。我不要这样对我哎、欸，你们。啊看看，有请我们的团长开始讲话，结果他在那边不要这样子对我。开始啊，嗯，你帮我倒数三二一，啊，三二一。您是否觉得您的生活充满乐趣？三二一，开始。是否觉得您的生活充满了伤害了？伤害了。Take three, one, two, three. 您是否觉得您的生活，你们让我变成冷静。Take four. Okay. One, two, three.您是否觉得你的人生怎么样那个人生啊怎么没整人生重新 Take 5 1 2 3。 您是否觉得你的生活缺乏乐趣，一成不变，闷闷不乐？对不起，我这样不乐可以吧？哎，我还是打。这已经是第一次废我哦。哎，这个根本就是幕后花絮吗？